包下里闹苍黑呀，金色的光隔开是明地，但未必挂飞Thank you.
心真，太可何处？平真红长官别地，王塞边白虎求经，咋地挨我？必有怪冲去，我随冲，必有耍将，寡母向天相地。叫我来这里的哦，老表弟，臭表弟，上车了，哪里有妖魔当？在哪个家？我在山中，你吃的我本领，平日的我想的，早才有日出来，真是我天的一鬼我。风度高娃嘿哎彩姑明早啊上路地咯这里里娃嘿上路地咯总刷破回来就是娃嘿下主意啊相依我说俺家你吃天地Thank you.
苦你吧，苦得是苦，我已好苦，我是水晶，可算是无价，两只金鸡买来，哦，爹爹爹，我出去问在家，看一代人宝。
今日嘅潮剧欣赏啊，今日咧当然会继续为你带嚟咧，又系驼江潮剧团嘅演出啊，就系唐僧嘅第五场以及第六场大结局嘅。而为你唱歌嘅咧，就有陈毅饰演嘅观音啦，陈慧芳饰演嘅唐僧，李陆勇饰演嘅太宗，吴慧芳饰演嘅小香，仲有陈君饰演嘅张氏，仲有萧少年、郭香卿、陈玉香、孙玉珠等等饰演嘅狐狸啦。咁当然仲有孙悟空，就系由庄官兵所饰演噶吧。呢一个孙悟空咧就由庄官水所饰演啦。咁仲有马小辉啦、黄永新啦、陈鹏啦，同埋李汉明等等咧，为大家主唱嘅。嚟到第五场以及第六场大结局啦，咁啊，即系话咧，如果听开呢一套嘅唐僧嘅朋友咧，今日就一定要黐住继续听啦，因为要听大结局啊嘛。好啦，唔好阻大家时间，马上送上唐僧第五场以及第六场，一齐欣赏啊！
在我看客之地，从八卦起为我的他能好。哦，把母亲出来了，母亲，母亲啊，这真是难得在天，大福之地，这梦想呀，你咋上他的哦？哦，真是前来拜天，家做银杯。什么？我老祖你几回不够好友，相逢相知，这真是好哎！来，你去莫听，明天是刘备一心，送下真是送光阴根，救苦救难根，后天才上真是解落。Thank you.
正是出家人，不假笑笑自安定。如此向谁来做些饼，明天上正事，路姐何从意？哦，害我来做些饼呀！Oh,
林夫冲杯赛去，当可下山耶，高哉成高。是。哦，陆将林夫提出杯。大姐姐，我将铁布林夫已经提出了。好，是非是非，陆大人妹妹下山去，我正好出来。是主意啊，咱当下山。是。行开开车，行开。半下十杯，我出来了。乡土起来，你卡有什么呀？有，我的什么呀？叫做孙悟空。想望想望，这该什么呀？金霞福家。恭喜真师，你此行途，王赛天，杨土名有了。就此一别，我这回家请了。谢施主呀，杨上，不做包邮，添彩灯笑。我要谢谢施主呀喽，让我师伯来接山。这位名下不懂，我会了，请。
想我
刘青用炮刚逼我母亲接破我高刚逼向地逃跳苦把我都苦不解宋刚最苦了将这屋为父王
观音菩萨慈悲济世。行者，你见到此等候，我恐命转归来，因已及他窗，归无上他地，无钱偷，宽宽则变一批，不能突出，加上清二酒，怕偷则听，从今后听你家父。回爱结婚当难你也发迹从饮直话后来干哦，在明祥风来的是何形象爱战莫是观音菩萨就在拜其他明拜观音菩萨我恐你无随唐僧早去何处菩萨我去东海灵境托我得意你有去灵境饮得么真的啊灵境白酒跨一百为难讲是二九三经理五九公我丢人的故事另外有鬼说给我听的你快去明塞唐僧无好一日吼吼吼吼菩萨请我这去唐僧，通天。